自己做的错事，我会勇于承担。真的非常的对不起，我不奢求原谅跟谅解，但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要在这里非常郑重的跟 Grace 还有阿翔以及小朋友们，还有阿翔的家人爸爸妈妈，非常郑重的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真的非常的对不起，真的很对不起。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在社会大众面前做了很不好的示范，那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在你们面前跟你们说一声抱歉。在这一段期间内，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真的很抱歉，很对不起。同时我还要跟圈内很多的长辈前辈们，曾经对我有期待的前辈们说一声抱歉，让你们失望了。那我也谢谢这段期间在我比较不平静的这几个月间陪在我身边的朋友们、长辈们、经纪公司还有民事的长官们，谢谢你们没有，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我做错了，我真的做错了，真的很对不起大家。有人说我没有第一时间出来道歉，其实我有道歉。那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不是逃避，其实这两个月我选择沉默是因为我在沉淀我自己。那这两个月的时间我去了一些地方，然后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经历了一些需要更多爱的地方，那我发现自己所受的伤也只是擦伤而已，所以我决定回来坦然面对一切。我自己做的事，自己做的错事，我会勇于承担。我不奢求大家的原谅跟谅解，但是我还是要很郑重地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真的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其实妈祖一直是我很虔诚的信仰，那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看的影像就是被看到，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那些不好看的相片，我相信妈祖也不会在意这些不好看的照片，